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 ？NBA 在线神级操作，又一幅世界名画诞生。穆雷绝对是为大场面而生的伟大球员。北京时间4月30日 ，NBA 西部疯狂之战，湖人队与掘金队鏖战到最后时刻，最后4:08，穆雷上演中距离跳投神奇绝杀。这是穆雷在本轮系列赛第二次绝杀湖人队，自此穆雷正式成为湖人队魂牵梦绕的阴影。所以穆雷出战40分钟，狂揽32分、3篮板、基助攻。遇到湖人队，穆雷就像打开了任督二脉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，将詹姆斯的准三双彻底打成了泡沫。湖人队里弗斯真的是防到了极致，但是依然防不住穆雷的这一记绝杀进球。穆雷真的是凭一己之力要打散湖人队下赛季的阵容，只能说真的没有天理，没有王法，因为穆雷就是自己的王法。